你留在这儿啊，别让闲杂人员进到现场。放心吧，师傅，把车推回去。又坏了呀！这是警犬从外地借调过来，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，有点晕车，看样子起不上什么作用了。都晕成这样了，赶紧拉回去吧。 你们厂子有报失踪的人员吗？死的是我们厂的，身份没核实呢。没接到有人报失踪啊。